推进两岸的产业合作，有利于两岸企业发展，增进两岸同胞民生福祉。有关报道呢，再次证明美国打台湾牌，升高台海紧张局势，目的是以台恶化。而民进党当局妄图意外谋独，一味随美起舞，搞所谓的脱钩断链，给两岸有关产业合作设置越来越多的人为障碍，最终损害的是岛内企业的利益，削弱的是台湾相关产业的优势，让台湾进一步错失产业发展的机遇。